上，在这个五颜六色的星球上，感受每一天的不一样。行走在宽阔宽阔马路上，遇到每一个伙伴，看着红绿灯一闪一闪，跟着城市的运转。车星球是一个神奇的星球，这里的居民都是各式各样的小车，还有星球车队帮助大家解决困难。小朋友们，欢迎来到汽车星球。新年礼物。哇，小朋友们，你们看，空地上有好多礼物呀。新年快到了，福爷替小镇的所有居民准备了礼物呢。为了方便发礼物，福爷还想到了好办法。数字一放着红色的礼物，数字二放着蓝色的礼物，数字三放着黄色的礼物，数字四放着绿色的礼物，数字五放着紫色的礼物。看呐，小镇的居民都来了呢。第一组领礼物的小车们来了，你们分别是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、四号和五号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他们说谢谢福爷。福爷说谢谢你们为小镇服务，辛苦了。小镇居民都很有秩序地排着队呢。你们分别是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、四号和五号。谢谢你们，总是给小镇带来欢乐。哇，接下来轮到星球车队了，你们分别是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、四号。小乐说少了五号呢。啊，迷你来了，这样就刚刚好了。你们分别是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、四号和五号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小车们说：“福爷，谢谢您，祝您身体健康。”福爷说：“也祝你们天。”